济南二大闷侠是选择回头打龙还是继续压下呢？潇洒如星，可以再压一波，无心有大就可以压。是的，这是一个五打四，赢家拿的好了，扫出来先扫前排，那这边扛不住了，哇，这个要的伤害，再来一个裂空斩掉 Zero， 这波挽球出去，扑一下，无心之中还是倒下，但小叶回头接到挽球之后拿到二连击破，想把兵线运进去，但是老刘这个位置二技能被逼了出来 了，再进去一个大招规则往回拉扯，视野闪现收掉人头的是花云，前程倒下，云雨也扛不住。直上青天揽星辰，而且瑶还有一个救赎呢。 Show time，这一波一技能点到了九尾，九尾很难受，直接打出了被动，赵飞这波给大刀，但是马可波罗状态很好，再来打出复活甲之后站起来之后想要打，但是被暖阳给拦住了。这两个一技能，他虽然换掉了一个，但自己还是倒了。前面这波狄仁杰也阵亡，高风险高回报。这时间点，伊斯塔抱着推狼队的上高，上路的高地。你动，妈妈哈。这波星宇忍不了了，先冲上去，沈梦溪先给一颗冷针，绕后打一套，然后都回头配一个大招，他们先行倒下，他们再给一个大一针，还化作了复活甲，自己还没倒，还有七血，没有出，再往前追进，那个都是第二个大又好出来了，再 A 一下，马过来回头转大招，但是没有办法收掉人头，四连超凡的花海。被伽罗打跑，但是罗班大闪过来闪拉，没有人拖鞋啊！发疯啦，下班啦！一门自己有点脱节，被击杀掉了。这波小 A 往前跳，但是被罗班敲一个扫射，扫掉之后，这里阿泽并没有粘住修斗，修斗是一个满血，一个终结，只杀了库仙。这里修斗闪现上去，极限输出，复活甲。九月这里带上好了，上去切掉了伽罗之后，凯顶不住输出，修斗四连超凡。直接剥掉了梦兰，这里宫本进场，先切的是阿古鲁，阿古鲁倒了之后，这里宫本大招锁到伊诺之后，二技能直接一解，先杀的是艾斯，明世隐这个鹏鹏还能再打呀，二技能回头盾再来一个二技能，四连超凡，公孙林上去，蒙恬一闪顶了四个，人生就是不断的战斗。上去戳一枪，但是宫本鹏鹏这里锁不到一诺，锁到了之后自己一个人进去了，打了一套一个人抢一二，再抽一个三杀，再来一道四连抽反，一个人进去之后枪切了狄仁杰。以为自己有机会出手，又不是回合制游戏，